个拔根的茎，拔根啊就融合了，你要融合了意气劲。那为什么要意气劲都到？因为啊意领气啊，气领劲，所以你身体里面它就带出你身体里面核心的力量。所以你的核心的力量啊，随着你的意气这样伸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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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什么样的动作都是。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层次太极拳里面啊，那我们很容易啊被这个动作啊，这样就是说为什么要意气劲呢？就我们可能我们是这样动作太多，所以我们的意不足，气不足，但是动作有啊，这个动作就会比较肢体的力量。那所以我们在练这个意气劲的时候，我们的意念啊，所以他你要把这个意念啊，他的意念没有很复杂，意念就是把这个层次的力量顺着这个路径这样送到我们的末梢啊，不管什么样的动作，尤其我们在有低价压力、中低价压力的时候啊，你就要更要去注意我们的意气劲它的平均分配。所以我们在这样，像比如说我们这个驴啊、转蓬啊，它就是内在一个圆圈的意气，所以圆圈的量到这个劲才到。但是我们的意念啊，我们的意念要导引我们的气，导引我们的劲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劲最多，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到这里这一段是意气劲到的时候，我们用这一段的劲啊，跟着我们的意念去导引啊，把我们的身体，所以有这个动荡，把这个动荡的力量伸展出来哦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太极拳里面我们会用到这种拔根的力量啊。所以啊，在太极拳不管陈式杨式，它都会有这一个成分，所以我们就是意气劲啊。所以你每一个动作它的动能它都是很完整。所以像这种啊，比如说我碰到这里，这个是我的劲道最大的时候，所以我们顺着意念这样导引出去啊，所以这一段就是你劲意气劲最密合的时候，所以这用这一段的力量你就能够做到拔根了，就会有拔根的这个力量。那所以啊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不管什么动作啊，这样你可能在蓄劲，你可能在行气，在步气运到最满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劲跟意气劲最张开的时候，那我们再把它收回来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动作啊，它一定有意的阶段、气的阶段、劲到的阶段，那意气劲都到的时候，所以这个动作你要快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；你要用劲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你每一个动作啊，照理讲都会有拔根的力量。好，两个人来好了。像我们讲我们在太极拳啊，比如说这个动作啊，你要讲招式啊，杨氏太极拳也有，杨氏太极拳的野马分鬃，杨氏太极拳里面的按左蓬啊，左蓬跟推的动作，就搂膝咬步，其实都包含，它只是微微招式上有一点变化。那像我们在城市太极拳里面，它有一个我们在练禅师劲的猎手，所以这个手猎这样，所以我们的圈啊，从外圈，比如说这个形状从外圈转进来身体，那身体里面禅师劲蓄积在丹田，那丹田啊的气导引到我们的手，所以我们的劲跟上来，所以这个意气劲到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只有意，所以身体的力量跟不出来，所以这个力量我是用这样去推啊，所以它就不会拔根啊。那如果用力量去劲去推，它也是这种推出去的力量。那如果我们把
整个我们在练拳架时候的意气劲啊，力量都到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放松出去。所以这个动作、它是放松出去啊，不会有太用力，或者是力量不会到啊。像这个懒扎衣，所以到这里我们的意气到了，筋到了，放松出去。所以这个手掌从这里行气导引啊，进到了，所以我们一个手掌转啊，这个重量，这里的重量它就拔根了啊。所以我们这样对，他就抛，就好像在抛东西一样抛出去。哦，那像如果有根部，这太多啊，比如说我们这样去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胯、轻轻的这样一滑出去，啊，这个力量它就出去了。好，那所以啊，我们在太极拳里面啊，从蓄劲找到你的运，找到你的进入。所以我们意气劲放松，这个重量我们是把它，我们把我们的核心的力量，把我们的劲啊送到这个重量，所以这个重量它不是推出去，它是像抛东西一样啊被抛出去。所以我们在练这个拔根啊，当然了、如果你要用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用这种再多发一点点。那像我们在练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这个的重量，就像我们习惯是进到把它放出去，而不是啊这种去推的力量啊。那有很多啦，就这种运进流动，其实啊，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是经过我们的身体这样放松，它不会说哦，我的意念我是这样，那这样表示你身体里面的劲啊不够扎实，那我们就是想办法在我们的练习的时候，让我们的劲到了，所以我们轻轻的这样送出去。所以你每一个动作，你都是有这种拔根的力量。那你在拳架里面，那我们这个动作、它就会。你的劲、就会很扎实，好，来，所以我们会练到啊，尽量练到不用手，所以我们的身体放松，好，所以这个人是这样把它顶住，那如果你这样，所以你就会。用力嘛，好，那我们不用力啊，那我们身体啊，那你蓄好了嘛，这个手啊，这个手跟这个手合起来，我要放出去啊，合起来，腰胯丹田，这样去，所以你也不用太大的动作啊，但是啊，重点就是要注意，这样力量不足，这样啊太用力。好，那这个都是我们太极拳里面啊，就是说你缺，可能是你的气没有蓄满，可能你的劲没有收集起来，哦，那就是把这个力量啊，把它蓄积的好。